如果大家都觉得呢跟我无关的话，今天不管要限什么或什么法律，大家都是先抗拒。啊，大家忘了就是说，一天里面进到我们身体最多的就是毒气，动物可以杀人，那政府一定要去正视这个问题。甚至爸爸他听到溜球声音，他会冲到我房间，然后他就会跟我说：“学测有考这个吗？考试有考这个吗？”然后就一直骂我。但是我爸爸现在都全都很后悔。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钟，世界这样说。